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这次我要介绍的游戏叫做《2048到4096史上最难的头脑风暴》。那相信玩过2048的朋友一定觉得说啊，2048已经很难了，更何况是4096嘞？因为从一开始是1024嘛，然后2的10倍数到2的11倍，那现在要到2的13倍。那我们就先进来看一下。那这款游戏一律都是直着玩的。OK， 它一开始会先简单告诉你那个规则，那你是用点的就可以移动了。好，那有跟你讲，二加二等于四，四加四就会变八，八加八就会变16，就是意思说你把两个空格这样移，它就会变成这个。两个空格移在一起，它就变两个四移在一起就变八，两个八移在一起就变16。然后最后他希望你可以达到4096，所以他的规则还有操作方式其实非常的简单。那重点就是后来啦，后来就是你有没有办法达到了，因为这看起来操作很简单的其实不太容易啊。好，4到4会变成16，那如果2到2要放在一起，那大家可以注意看到我每动移动一次，它在外面就会出现一个2，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数字。所以如果你一直动但是没有让两个东西合并的话，你的画面里面的数字就会越来越多，那越来越多会导致你到最后可能就是一步都动不了，那到时候就代表说输了。也就是说你在那个4×4的方格里面，如果全部都充满了数字却无法有任何的移动或合并的话，就输了。好，那也代表那这个游戏呢，主要是你看现在最大的那个数字，如果你可以到4096，就代表你完成了这个游戏它的目的。那你在玩到最后啊，就变成是你每一步都要很小心，如果你杀没几个的话，你就很紧张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一下右上方它有个复原的键，我点下去，它就会跟你说，如果你希望你要毁棋，你不想要做这一步的话，你可以给他们这个游戏一个5颗星的评价，这样你就可以得到3个回棋的机会。那在过程中你也可以按第三个键，就是你想要 share 给你的朋友看你现在玩的状况等等。那再来呢，你也可以按第二个，就是重新开始，他就会说你要不要重新开始啊，然后说好，他就归零，就是原本变成一开始的样子。那至于旁边这几个，就主要是你到时候玩到一种你到时候玩的时候，就我们不是说达到目的是4096嘛，但其实你超过4096后他会跟你说你达成目标了，那你要继续玩吗？那你可以说好啊，我要继续玩，你就按继续，继续之后你就可以无止境的玩下去了，到时候就看说你到几分你才输。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看你跟其他世界上玩这个游戏的玩家比起来，就是你的排名是如何等等这样子。那你在玩的时候你的分数都会写在旁边，而这个是我之前玩过比较高的分数，最高分数它就会显现在这边。对，所以以上呢就是2048到4096史上最难的头脑风暴的游戏的操作方式以及它整个界面。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来挑战看看哦，谢谢大家。